你谁啊？你干什么，大哥？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啊！拿点钱还好了。你抢劫、啊！你别废话，快点！我没。你赶紧拿点钱！快点！我这只有200了。200就200。我告诉你啊，哥们儿不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人啊，确实遇到难处了。你这样啊，来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，给我留个电话号码，快！隔日，哥们儿必定双倍奉还给你。好了。啊。谢谢啊。喂，你开车到昨天我抢你那地儿。哥，没想到啊。你别跟我废话，我有事儿呢，你赶紧的。大哥，你别说，你还挺有诚信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再给我拿200用用。不是，钱不够花的，你快点。哎呀，你哎呀，我的妈，你别只能一个人薅羊毛。